Slowdown of financi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year. Thank you. 防风险、防危机，历来都是这个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，所以我个人认为呢，防风险跟这个改革呢不是对立的东西，而是应该是一致的东西。大家也看到呢，国际上，正是由于有了风险、有了危机，它才也促进了很多新的措施的出台。 这个我们中国呢有很多重大的这个金融改革，那正好呢是亚洲金融风波，那轮风波呢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风险，看到了不足，然后进行了改进，是吧？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这样，因此呢，我们说呢，防风险是改革的一个部分。那么在这个改进监管、这个减少风险的情况下呢。 这个金融方面其他的步伐反而可以呢，就走得更快、更大，比如说我们刚才所大家提到的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啊，和这个市场准入的放开啊，这些东西呢都跟这个监管的改革联系在一起。